不顾一切，假装老婆不在，你嘴角就会上扬。假装回头交给我就过关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今天的主题就是什么妹这么正，让已婚的大哥都想出手啊。今天是讲，今天是有赛程，哎，我们这边都有那个牌子，是，那里面这个都是你们筹码，但是你们要竞标，竞标。今天呢，今天由这两位小老弟啊探头进去看，我们看完之后，他们转身形容。形容他的正，形容他的就是价值感，形容这个女生，所以我们是俗称的这种爆马仔，哎呦，破杯啊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竞标，竞标最高的可以得标，待会可以互动，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预备，请就位，是，请就爆马仔位置，预备，爆马。哎，很白，哎，可以这样子，皮肤很白，可以一直看久一点嘛。你转个身可以看一眼嘛？嗯，哇，这个太好了！活泼，再活泼一点，再活泼一点，活泼，再活泼一点，嗯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好啊！而且皮肤白皙的，而且它是可以那个腿是隐隐约约看得到里面那个腿的，看什么？可以看他的穿的裤子，拉链没拉啊？对了，没事，这不在皮本。你这个烂东西，你是不是刚转过去拉开的？是，没有啦，拉链没拉，自动崩开。皮肤白皙，腿部有线条，线条，而且基本上刚才立东指示他做什么，配合度非常高，讲什么做什么，而且有非常符合有话哥说的。嗯，三线都有，三线是绝对都有，三线都有吗？三线，然后个性也活泼，而且眼神会放电，哎呦，俗称的眼睛会笑，狐狸精，眼睛会笑，笑盈盈的那种。头发是长的短的？长的，长的。来，请竞标，看你要出马多少，跟他互动。可爱的马尾，厉害。一、二、三，才这么保守？五六六，二，满分是九，满分是九，两个六。好，你们俩再竞标一次。来，你们已经没有了。这个为什么是举在我们家那个已经太活泼了，我喜欢一个。他喜欢阴沉的。哦。如果你等下看就是他是动作活泼。没有，等下你这样看一看对不对？然后你说，举个他卡到阴的。哎呦。来，你们俩再一次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怎么改变呢？让前，让前，让。是辈分，哥嘛，三线，难得来嘛。那我们先抽签决定代价，因为要先进行完这个才可以看到。是，刚才抽的是举的是七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来了，我要自己开吗？对，开。好，抽到的是按摩走道跳绳，按摩步道跳绳，按摩七下，跳七下，因为你七比七分是七下，跳七分钟，七分钟不可能嘛，就不要跳绳，就上面跳七下，那么还不用上去，好，跳上去，起跳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。哎，大哥先坐，大哥先坐。我没事。哎，厉害了！哎，真的不错。哎，你跳跳看，是不是假的？好像都没事哈。对，你跳跳看，跳看，跳下去，跳，动。我真的会痛哎！怎么会呢？哇塞，浩哥想站在上面访问是不是？真的好，哦，厉害了。哇塞！哎，好，就这样，那我跳个两下好了，那我做个示范好不好？好，你很棒，你很棒。好，这样子哈，哎，先吸口气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厉害，真的，还可以吗？是不是？还可以，继续跳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欢迎约张娜，欢迎张娜。哎呀！是不是？我们形容是值得哦，三线很好。我是张娜，三围是32伏，23、33。F 超过34D，哇塞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我在试鞋子吧，那你看哈，那我现在已经开始目不转睛，那我为你跳了九下啊。不是七下，你要证明啊！对，九下，都有在算，所以说很厉害。浩哥有在练九九神功，九下神功，对，恭喜恭喜！张娜，你的长相跟你的年龄比起来是过度成熟。
对啊，就是还没有录够啦，啊，就是有时候去美到孤单，这是没有啦，就是有时候去那个像是大家一起聚餐啊，或是唱歌什么的，可能大家就觉得可能比较难接近，难接近，还是说因为唱歌真的太难听？不是，不想接近，够他太听啊。那你的朋友的老公在他面前直接搭讪你？朋友，他可能也带他老公一起来，是，然后就说，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就是他老婆问我的，就是说我老公可以跟你一起拍照吗？那还行。如果是老公讲，要不要泡温泉？你先回去。这感觉那就事情闹大了哈。你喜欢怎么样的？我比较喜欢成熟稳重。成熟稳重。最成熟的就是有话哥了。他还没讲，就是你。他喜欢成熟稳重，而且知道很多秘密的人，而且还喜欢有十分钟的人。他喜欢久的人。哎呦。我跟你讲哈，一到十我都念得出来，你要不要听听看？哎，什么意思？一见钟情，二人同床，三更半夜，四脚交叉，胡子乱抹，六神无主，七上八下，九秒一次，九一次，九九一次，十分愉快。哇，你还什么说？对不对？你听得懂内容吗？哦，这个顺口溜是准备在什么时候用？我听懂十分愉快。十分愉快，对啊，所以前面九个都不用做，十分愉快就好。哎，重要是结果。哎，对，重要是结果。不过你被差点被人妻提告，他告你什么？异性朋友会没有跟我讲说他有老婆。就是新认识的朋友，我说你可以来常来我们的店啊，来招待你啊。什么店啊？你在什么店认识他？酒吧，他是八天的，是老板。八天的，调酒师。然后他老婆发现，他就常去了，就偶尔去了，就找朋友一起去，但他就会比较跟我热情。对，喝什么 ？Whisky， 来两瓶。哎，上。那后来他。就这样还好，他老婆告你干嘛？就可能会密我私讯我的那个 Facebook 说，我老公是不是怎样怎样？然后我就说，我真的都不知道哎。他说，他就会诉苦说，我们都还有两个小孩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可是我真的完全没有那个意思，一直暗示你不要破坏他的家庭。对，就是可是没有那个意思。对，但你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以后法律要规定，就是结婚男人这边要刺上已婚。哇塞！好，大家这个非常期待的互动时间来了，华哥来，掌声鼓励！忙进行嘟嘴唇，吸管，然后要传给他。那嘟不起来怎么办？要交到我手里，嘟不起来，那就再跳那个健康步道。有了，要夹住，就是。然后另外一边剩长一点给女生，对，剩一好，好，哦，交给我，回头交给我。好，失败，再一个，继续，对，继续。高哥，你不要一直故意失败啊！我还要吸一口气，然后想想 kiss 的感觉，就会把嘴巴撅起来，想想老婆已经去俄罗斯了，哦，不顾一切，想想老婆不在，你嘴角就会上扬，夹住回头交给我就过关。哎呦，再一次，我们一根吸管传半天，没有听到，大哥，开心哦，永华哥第一天，子彤你，原来吸管是这样玩，塞进去一点，夹住，好，进到了，认真，那张立东来示范一下，什么？示范一下，你看你行不行？我跟永华哥嘛。对。那你跟他好了。没有，不行，纯属于你们。对啊，今天是已婚的大哥。对啊，继续。还想玩？已经结束了，已经结束了。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。好，玩到成功了。那我刚刚其实跳完，我又多跳两次。是，可以，对。所以我有理由，对不对？有，知道了吗？这个理由是。是我帮你争取的，你要这边一点，然后对塞进去一点，对，多用力一点，
有哦，哎呀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还要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教他传给你，你要嘟起来，嘟起来，好哥，嘟起来，夹住，夹住，嘟起来，嘟他，不行，这样，哦，再来练，我要先温度降，好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好，来，请坐，谢谢，三只吗？谢谢你，好。